大家好，我是新京报记者陶冉。我一共参加了四次珠海航展，马上要参加第五次的珠海航展。第一次的珠海航展带了一支7200的镜头，当时是就是为了把飞机拍清楚就完成任务。到后面的第二次是为了歼20飞机的首次亮相，和第三次歼20飞机的开弹舱画面，以及第四次彩虹无人机的首次飞行表演在航展上。即将迎来第五次珠海航展，我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就准备了桌子上的这一大堆的设备。这个镜头呢比较特别，这个镜头是才发布的600F4 Z 卡口的镜头，比以前轻了不少，而且呢它会带一个内置的增距镜。你看它这个在600端和840端的这个焦段进行切换，这样就满足了我在航展现场拍摄超远距离的飞行表演的时候任务需求。你看这个机身外面是加了一个兔笼，这个兔笼能起到一个保护相机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兔笼上面有很多这种拓展槽，它这个有一个就是这个手机支架，我可以把我的手机支在这个位置，在进行拍摄照片的同时，然后我用手机进行录制视频。这个就是一个360的全景相机，就是比如说拍摄机舱，或者是拍摄展厅全景画面的时候，前后加起来360度，它的画面就非常完整。希望这次航展能拍到更多更好的图片和视频，以及在拍摄过程中交到更多爱好拍摄飞机的好朋友。